也是体验人生。没有，之前本来待在旁边那个拜人死了。啊？饿死。就死在我们面前。有的人会问我说，如果没有鸡蛋和鸡肉怎么办？其实只要找到有爸爸妈妈跟小孩的组合都是很棒的，像是鲑鱼、微软、鳕鱼、明太子、青蛙跟蝌蚪，或者是 butterfly and caterpillar， 都是很有创意的选择。 Use your creativity。 下次我们要教大家做亲子丼，做完以后要做的是鸳鸯锅，因为杀完爸爸妈妈跟小孩，你还可以杀你的老公跟老婆，或是男朋友跟女朋友哦。
为是由于这只罐头，当时我还年轻，毛发现在雪亮，通常派我开船压货，也能开船的、啊，我也驾驶货运船，你知道吧？鸟不生蛋的地方，你还可以拿到各种执照，好厉害、啊！有一种方法叫做含笑，你不懂吗？